中正国宅位于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265巷，原住民住宅有 H、F 两栋，居民多为阿美族人，原本居住在西仁河畔的西仁路、西洲和小地坪部落，因为台北县政府推动的新店西畔南翼计划，有计划的拆迁这三个部落。后来因为居民的抗争，政府出资购买中正国宅地区设为原住民住宅，并承诺中正国宅为永久安置专案住宅，而居民平常聚集的公共空间只有国宅前小广场及顶楼。10月9号，我们访谈了居住在国宅里的林金浩先生，现任于新店区副总则牧。国中毕业以后就自身到台北找工作，常常跟着工作更换居住地，最后选在西仁路居住，一住就住了几十年。我们透过访谈来了解西仁部落当时的情形。现在说他是买那块地，是买跟着？是买的。嗯。他不是跟政府买的，因为有一个外省人，啊，那一间房子，啊，也是有门牌、有税金，啊，正常的房屋就对了，啊，只是说周边，啊，那个还有一些空间，啊，我表姐叫我回来盖自己的房子在旁边，对啊。所以你们在周围有设到门牌吗？都有，政府发的门牌给你。对。所以这样是。都是用那一部的门牌，然后知己，这样也哎对也是一样有门牌，啊户口也是一样。你自己是原住民，都是聚集原住民，在移民过来的时候。本来刚来的时候只有一两户，那个外省的，外省的，对，啊，剩下都是原住民，总共有17户，那个地方不大，刚好在路的旁边，长度。大概有30到40公尺，差不多四方啊，40公尺四方，差不多了。
因为那一块地有牵涉到水利局。哦，所以有政府过来，是有的说。啊，为了那个快速道路吧，啊，环快，啊，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有抗争的过程哦，经过非常漫长的路程啊，从77年到78年之间就开始抗争啊，一直到83年定案之后才停止抗争。抗争的目的啊，跟目标有内政部啊、县政府、中央内政部啊、立法院啊、行政院都有在抗争，再配合一些当时的大学生啊，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那个证明运动跟还我土地那一段期间，对，有时候会一起抗争，有时候只有自己的部落啊十几二十个人这样子去抗争的，就是从 我搬过来第二年就开始贴了，哦，一直到79年，所以是75年搬过去。哎，你是74年搬啊，然后75年，啊，每一步都贴公告被我们撕，又贴公告被我们撕啊，是，啊，那时候他们都没有出来协调，一直到79年开始协调，协调不出来，我们开始抗争了。然后要拆我们的房子的时候，当然还是有一些住民不愿意搬迁过来啊。是，哦，有的跑到屋顶不愿意下来，这样子，啊，只是我们很穷，没有那个 V8 之类的来拍，那时候连手机都买不起，什么叫手机，都不知道。是在，大概是在那时候是马瑶古墓，你知道吗？我知道。啊。就是有牧师来带领我们那个徐州那里西园路的干部。那时候民国几年？那时候大概在76到79之间。哦，那时候他就进来了。对，教导我们如何抗争，带我们到某个政府机关这样子。抗争之后，然后政府给我们的配合措施的。那时候到省政府，宋楚瑜你们认识吗？那时候他是省长，我们去那边抗争，他知道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就巡视了这个小碧潭区。结果他知道这边这么已经那么发展的台湾还住着这样的那个原住民的生活，啊，因为我们的房子也不是说啊用砖块怎么样，我们也都是用一些啊木料啊去盖的，啊，然后他就当时的总统是李登辉，他就啊报告给李总统，然后李总统也是巡视了一下，啊，经过他们巡视之后，不到3个月，就有这个中正国宅的安置的消息，这样。这个中正国宅就有了。对，中正国宅早就有了，只是说没有人住嘛。啊，那刚好。啊，那个宋楚瑜跟那个李登辉知道了以后，就帮我们
啊，目标第一个选择的地方是中正国宅，啊，定案的时候，中央，啊，中央补助三分之一，县政府补助三分之一，内政部补助三分之一这样，啊，所谓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这整栋是2亿7千万。10月9号，我们访谈来自西周部落迁移到国宅的王义光先生，现任于中正国宅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通过访谈来了解中正国宅续约的问题。我们有两个方案的，所谓的两个方案就是说，对拆迁的住户啊，拆迁的住户跟来这里，政府请我过来住的那个住户不同，他的两个方案是这样。我是算被拆迁户，从那个去的，从那个西周路，那个算是一个违建屋嘛，而且是地方又是属于几，那我们是被他拆迁户来这样。那拆迁户的是当初游青就答应我们，我们必须要有序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到我们下一代，这是对。那时候我们那个来这里迁是这样的对。那不是被拆迁户的呢，来这里居住的族人呢，就是为什么会有高，他们就不是在西园路，也不是在西周路违建局的违建被撤离的那个主人啊，所以说啊，就透过网路，然后我们有这些地方可以住，他们去寄这样的。那所以说，政府用这样的方案来去调整这个住合约。过去他们是从七沿路、七周路拆迁过来的话，是我们原住民是算是甲方，啊，甲方，因为如果甲方的话，跟乙方，因为又跟游青那时候他们谈，跟他们谈的时候是，我们的族人就要求他们说，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要做什么？你要听我的话，那乙方就必须要做啊，就变成，变成现在这把改变了，就是我变乙方，他们讲，所以说他们高兴怎样就怎样啊。每一次他们要来签回啊，我们就有点警惕，还是有相当的。我们长姐在收我这个国宅，我们眼中有一个奥妙的一个组织，就是传承这个文化的一个组织，就是文物新文物不能断层。这个是长从祖先传下来的一个组织，所以说还好有这个组织存在，能维持我们眼中的基本。Thank you.